Hello， 我系熊仔呢度。咁今期嘅影片咧，真系有紧而拍，因为近期咧录咗唔少香港嘅居住环境啦。咁亦都有实到一啲，我觉得睇起身系比较俾我有好大感触嘅，就系香港租一层楼咧，30尺到啦，系租金咧系去到2000，咁然之后4平方即系40尺到啦，咁佢嘅租金咧去到4000几，因为之前听我哋好多业主讲啦。單單居屋嘅話，就算係嗰啲納米樓，其實租金都唔至於咁平。點入去一睇，3個房，上下2層 loft， 瞓一個人全屋嘅嘢咧係擠喺埋一齊嘅，一個後生仔。咁當時睇起身嘅感受咧係比較難受嘅，咁就心諗點解咁多後生仔喺大陸明明可以住咁大地方嘅一個地方咁舒服？反而去香港，可能咧系自身嘅学习啦、工作啦，同埋以后嘅一个拼搏。咁当然咧，亦都有实到啲香港嘅本土，即系比较年长嘅，去到50、60岁，咁亦都系逼喺一个劏房，3、4平方，一家大细喺嗰度，我谂住呢啲生活点过啊？香港可能系居住咗习惯，但系咧自己睇咗之后，真系好想喊嗰种感觉啊！所以咧就谂住啊，咁点解喺香港居住得咁辛苦，都唔舍得翻内地呢边去买层楼咧？咁再加埋而家买楼又唔贵啦，50万2房，首期7万蚊，月供1900，抵佢哋嗰边1个月嘅工资。咁如果咧你系适合翻嗰个差唔多退休啦，50零岁想放松下嘅，其实我建议呢套单位。呢、这、一個項目咧，真係可以睇睇，因為咧呢個盤，我覺得7萬蚊首期買套2房700尺，起碼好過喺香港居住3個房40尺嘅一個居住環境吧。雖然話香港嘅一個工作咧揾得係比較多嘅，但係喺居住環境上面嚟講，我覺得有條件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去改善下。畢竟人生活咗成世，辛苦咗成世。咁好多事都系为自己噶嘛，系咪？咁再加埋而家到咗退休年纪啦，咁不妨考虑下自己上嚟呢边去轻松下啦，放松下啦，甚至咧你一年去旅游嘅钱都可以俾一个首期供一层楼，咁点解都唔会有话咁多人想改善下自己生活咧？咁当然啦，呢啲每个人嘅考虑都唔同嘅。咁咧，今一期咧就系想拍翻呢条影片啊，屏幕上嘅观众朋友。有睇到呢個影片嘅，手頭上有啲閒錢嘅，達到退休年紀，或者係想工作，香港工作壓力太大啦，想休假嗰陣時咧，上嚟呢邊去揾個地方落腳，上嚟食下嘢好啦，玩下都好啦，放鬆都好啦，可以睇一睇呢個影片，因為咧，畢竟我覺得呢個項目真係唔貴，7萬蚊首期，月供1900，2000都唔到，可以買一套樓2房700几尺。系值得可以去睇睇嘅，咁再加埋咧，呢个盘咧亦都系已经开通咗跨境巴士，直接翻到香港，同埋咧，项目亦都会有佢哋自己嘅一个 shopping mall 系已经开咗嘅，商业街1.2万平方，以及咧亦都有游泳池啦、会所、打尖呢啲都系有嘅，所以咧，不妨系到咗呢个年纪有咁嘅打算嘅一个客户群体，可以上嚟睇一睇呢个实景，再加埋咧系现楼嚟嘅，啱啱收楼，好新净嘅。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咁话不多说啦，我哋而家咧即时去睇一睇佢哋嘅单位情况究竟系如何。Let's go。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嚟到22座嘅实体楼层。咁呢度咧亦都系现楼嚟嘅，你交晒钱咧就即时就可以收楼噶啦。咁我哋首先嚟睇一套7万蚊就可以入手嘅一个单位，咁咧就系70平方嘅2房。咁呢個2房單位咧，佢係做咗一個飛機型嘅。咁佢中間咧一個就係樹廳、餐廳同埋客廳。開間嘅話咧，去到3米1，3米1咧喺70平方嚟講咧係非常之闊嘅一個廳嚟嘅。喺呢度咧，你直接係可以擺一個圓台咧，都係冇問題。咁後期咧就睇翻自己去設計翻啦。咁門嘅後面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廚房，廚房採用翻嘅話咧 L 字型嘅設計。咁咧，佢雖然無坯交付，但係咧下邊呢個防水層咧就已經做好咗噶啦，亦都係有窗户嘅。OK，咁我哋首先嚟睇睇呢個客廳啦。咁客廳，
啊，大家嚟睇下啦。咁呢個三米一嘅寬度咧，你正常係要喺89啊或者係95平方嘅話咧，先有咁嘅一個開間啊。但係咧呢度70平方嘅兩房都有咁大嘅一個開間，呢、這個寬度嚟講咧係非常之舒服嚟噶啦。同埋咧出翻嚟呢個位啊露台，咁呢個位咧係朝西南向嘅。OK。咁呢邊咧睇翻前面嘅獨棟別墅啦，同埋遠處嘅一啲景觀，以及咧佢哋嘅一個別墅嘅一個景觀，同埋園林嘅景觀，亦都係可以睇得到曬嘅啊！雖然話佢係朝西南向，但係咧大家有冇留意佢哋嘅太陽？因為而家係晏晝嘅2:40啊，太陽嘅話啱啱係西斜，西斜入嚟嘅話咧，佢嘅 sofa 咧係擺喺呢個位置嘅。然之後電視咧擺喺對面，所以嘅話咧，亦都唔驚話咩西斜啊、好熱房屋啊、好熱啊呢啲嘅話咧，就係、是完全唔使擔心嘅一個問題啦。OK， 同埋咧，佢哋呢度開咗窗之後咧，啊見到唔知你有冇見到我頭髮可能短咗啲啊？但係咧，企喺呢度位置，風咧係非常之涼嘅，啊好大風嘅。OK， 咁我哋首先嚟睇睇呢個主人房。呢、这個主人房嘅話咧，佢亦都係西南向啦。咁大家見到佢哋嘅太陽咧，啱啱好係到咗佢哋嘅飄窗。咁牆頭嘅話咧，床頭就擺喺呢個位置嘅。OK， 對面入邊個咧就裝櫃，所以嘅話咧亦都唔使驚話太陽曬到自己嘅床尾啊，同埋咧日後自己再去佈裝一個遮陽布，咁就 OK 啦。啊，咁呢邊嘅景觀亦都係主露台嘅景觀咧係一樣嘅。啊，咁對面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三段式嘅洗手間嘅佈局。咁側邊嘅話咧就做翻嗰個洗手盆啦。啊，鏡櫃啦，就坐喺呢個位置嘅。當然啦，防水層咧亦都係已經整好咗嘅。咁入邊嘅話咧就係座廁同埋咧一個企浴嘅空間，啊已經係整好咗噶啦。啊，管道咧就已經鋪好咗噶啦。啊，咁隔離呢一個嘅話咧就係作為一個客房。咁呢個大家可能係咪有疑問啊？咁細嘅客房點做啊？咁其實你呢部牆咧係可以 book 嘅。咁佢 book 咗佢之後咧，咁佢呢個成間房咧就會偏大好多啦。啊，咁到時候咧呢個位置咧贈送翻一半嘅面積嘅，因為咧外邊嘅話咧係贈送翻一半嘅面積嘅。OK， 咁然之後咧呢個位置你鋪埋封埋窗，咁嘅話咧就作為一間客房。咁呢間客房嘅話咧，你正常擺咩五床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同埋咧朝向雖然話朝西南，但係見到未啊？完全咧係唔會有話有太陽咧係曬到自己間房嘅。所以話咧呢一套70,000元就可以入手嘅一個兩房單位咧。大家覺得呢一套單位如何？咁佢哋嘅總價嘅話咧，500,000就有得成交。啊，首期嘅話咧都係70,000元，然之後月供嘅話咧1,980元就可以攞得一套700尺嘅兩房飛機户型嘅一個兩房單位。啊，咁我哋接下嚟咧就去睇一睇130,000首期大埋裝修又係如何 ？Let's go。好啦，我而家就嚟到17棟嘅實體樓層。咁呢一座咧就帶埋裝修出售嘅，咁佢呢個首期嘅就13萬帶埋裝修。我身後呢個單位咧就95平方嘅三房嘅户型設計啊，咁入邊見到嘅話咧，除咗嗰個冷氣係唔交嘅，咁全部咧都係個交標，只能密碼鎖，同埋咧前面呢個玄關位亦都預留咗一個鞋櫃嘅位置，採用翻咧一個樹廳嘅設計。呢、这個廳咧係去到3米3嘅，啊，同70平方嚟講嘅話咧就闊咗30公分。OK， 咁出翻嚟嘅話，呢邊咧就睇翻呢一個園林嘅景觀嘅，啊，呢、这個朝向咧係朝翻南向嘅，所以咧係冇任何嘅西斜。啊，南向咧你而家咧係九樓嘅話咧睇翻園林景咧係非常之 nice 嘅，好舒服啊，同埋咧而家吹緊風嘅話咧都係比較涼爽嘅。OK。咁我哋就睇一睇佢哋嘅一個先睇廚房先。餐廳位嘅話咧，你放翻一個6人台都冇問題。廚房採用翻嘅話咧，就係 L 字型嘅設計啦，預留咗單門嘅雪櫃位啊，洗、切、炒一氣呵成嘅。OK， 呢邊咧仲有一個三個露台。咁三個露台咧，平時就可以用嚟攞翻衣服啦，裝翻嗰個天然氣啦，啊，同埋咧呢邊咧都係睇翻山景嘅。咁呢個户型咧就係95平方嘅三房兩廳兩衛雙露台嘅設計。咁靜區先睇呢個長輩房，長輩房咧亦都係朝翻南向嘅嚇，飄窗冇卜到，睇翻呢個園林嘅景觀，所以咧呢度冇開燈嘅情況之下咧，這個採光度咧亦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你話平時咧老人家住喺呢度咧，其實亦都係呢個空間亦都係夠嘅啊。
咁對面嘅話咧，呢個位置咧有個夜晚嘅小夜燈，咁平時上翻夜市啊嘅話，就會比較方便啲啦。咁呢度咧就採用翻一個乾濕分離嘅設計啦，當然到時候咧就需要自己去做翻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玻璃啊座次啦，唔夠位肉呢啲係膠標嚟嘅。咁呢個鏡面換成鏡櫃，咁咧就會比較好啲。啊，咁呢間房咧就係勞改房，贈送翻一半嘅面積。咁如果咧你係帶精裝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係會封埋窗嘅。啊，封埋窗去交标啊，咁呢啲户能嘅话咧就系佢哋嘅交楼标准噶啦，同样睇翻山景嘅。咁最后转任房啦，转任房咧采用翻一个套次套间嘅一个设计啦。啊，咁呢边咧系采用翻一个镜柜套次，同埋咧工位咧佢系一个镜面一个镜柜嘅一个交标。咁到时候咧亦都系做翻一个干湿分离嘅隔物玻璃啊，需要自己去装翻嘅。咁类似呢一座转任房。你放翻一個米八大床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同埋咧，亦都係睇翻呢個園林嘅景觀。你話如果係埋翻低落層，就睇翻呢個園林景。咁如果係高層嘅話咧，就睇翻遠處嘅一個景觀啦。咁類似呢一套單位，咁佢哋嘅折後價錢咧，亦都係去到82萬左右，就睇翻佢哋嘅樓層啦。咁首期嘅話咧，就係12到13萬啊，都係睇取決於佢哋嗰個樓層之間。月供款嘅話咧，3200蚊。就可以攞低啦。咁對於呢兩套單位，如果屏幕上公眾朋友咧感興趣嘅，聯繫上方嘅 QR code 同呢度咧去聯繫翻。好啦，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觀山水嘅山崎園林呢個位置。呢一期嘅園林咧可以話成個山鄉最好嘅一個綠化園林。而家咧係35度嘅天氣，我企喺呢個位置係陰涼嘅一個位置咧，係感覺到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唔系话特别好似喺嗰种啊，虽然喺阴天地下，但系咧会有一种燥热嘅，但系咧喺呢个位置咧就感受唔到啊。咁再加埋嘅话咧，因为咧而家佢系7月25、26号左右收楼嘅，咁而家上面嗰亦都有啲业主咧就已经开始装修噶啦啊。今一期咧就同大家介绍咗两套单位，一套咧系70000蚊首期入手嘅两房，另一套咧就系13万首期咧入手嘅精装三房。啊，就睇翻每一个业主朋友嘅一个需求，你系需要两房啊，定系三房，甚至四房单位，其实亦都有得拣。再加埋咧，佢哋呢度系现楼啊，你交晒钱嘅话，即时就可以去收楼噶啦，所以咧就唔存在话咩烂尾啊，啊需要等待嘅一个时间啊，所以咧大家觉得呢两套单位如果啱你哋薪水嘅，可以联系上方嘅 QR code 同呢个楼去联系翻。咁之所以咧拍呢一期，实真系有感而发嘅。因为前一排确实系睇咗香港嘅劏房啦、公屋啦，确实系比较细。月租嘅话咧，有6000-7000，有2000-3000，亦都有1000多蚊嘅公屋。但系咧，我觉得喺香港俾个租金嘅价钱咧，喺呢边可以供层楼，同埋咧你喺香港去装修啲20-30平方嘅装修款，喺呢度位置咧，你可以买一层楼、两房甚至三房，啊，你供咧供翻1000-2000蚊。就可以擁有自己的一套屋，雖然話咧係喺中山，但係咧而家交通咁方便嘅情況之下，喺觀山水去到香港亦都係個零鐘，再加埋咧而家觀山水咧亦都係開通咗跨境巴士，直接咧喺香港嘅太子啦、屯門啦、荃灣啦等等各個地方咧，佢係有車可以直達到觀山水嘅。當然啦，亦都有業主咧係親身體驗過，路程上面嚟講亦都係個零鐘頭，所以咧。流通財通，兩地之間咧就會越嚟越方便。咁再加埋，如果你平時咧唔中意坐巴士嘅話咧，亦都可以申請翻嗰個單排車啊，來回兩地更加之方便。所以咧，手頭上有6-7萬啊，供得起1000-2000蚊，又想可以住大啲嘅一個地方嘅，不妨抽少少時間過嚟睇一睇華發觀山水呢個盤咧，值得你哋信賴。再加埋咧。物業方面的售後亦都係非常之好，國家一級物業華發物業自己去管理的一個小區範圍小區嚟嘅。咁之餘咧，咁我哋亦都係幫助新嘅業主朋友咧，去為咗更好嘅成交。咁我哋咧亦都會贈送翻新嘅業主朋友價值10000蚊嘅家電大禮包，之餘咧贈送翻2年嘅物業管理費。啊，所以咧有興趣嘅觀眾朋友聯繫上方嘅 QR code 同呢度咧去聯繫翻。我哋公司周一到周日亦都有睇楼免费专车，直接去到香港楼下咧接你哋过嚟呢边睇楼，全程咧系免费嘅，唔使你哋任何嘅费用。
楼冇十全十美，但系相信一定有最合适你嘅楼盘。我系红仔 Leo， 持续为你带来中山最新嘅楼盘资讯。